来你可以打牌啊。富贵在打麻将，有话就说，有事就放。我是要交钱。站住！邵大明，你不是放话说，你要是都给我交了钱，你就把我喊老子，为的吐出去的口水还能舔回去？要么你把那口水给我舔回去，要不然。今天嘛，就喊我老汉儿。李天福，你太霸道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，扫黑除恶工作是党中央、习总书记亲自部署安排的一项重要工作。2018年1月30日，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晚会，标志着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式开始。我们南疆公安战行动作为基层派出所，我们更要抽出百姓憎恨反应强烈的乡报、村报、街报，保一方平安。诸葛在村村霸李天虎，绰号李天王，从小有习武的经历，仗着有功夫一身，周结大批小弟，长期恐吓村民、勒索村民、发放高利贷、组织赌博。我们派出所也收过到一些举报，但是由于诸葛在村地势比较偏远，加上李天王懂得一些法律知识，我们取证困难，最终都是不了了之。同志们，大家一定要秘密收集好李天虎犯罪团伙的相关证据，争取彻底铲除这个黑恶势力。大家没信心？收来两个民警，让我们村上放放掉。把村里面的那些刁民好心去给我警告警告，哪个敢给老子乱说，撕烂他的嘴巴！要得。大叔啊，大娘，我们是沙河派出所的，我们想了解一些李天虎的情况嘛。入村调查取证工作比想象的还要困难，沙河派出所果断决定以赵大明为突破口。等一下吧，赵大明，赵大明，
都晓得你经常受李天福欺负，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站出来的话，那么那些黑势力只会越来越猖狂。王明，要是好好想想吧。赵大明开始动摇了。与此同时，新上任的教导员秘密入村进行调查取证。然而李天虎团伙的嚣张气焰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弱。是哪个把老子家的鸡撞死了？给老子死不像话啥？你别生气老乡，这鸡是我撞死的，我会负责。负责拿钱？50万。50万？你这50万怎么算出来的？我那个鸡可以下蛋，蛋可以爆鸡，明年老子打算开个养鸡场。那好吧老乡，我们到政府找领导评评理。你个老子少拿政府来压我，今天没得50万你动都不要动。这是一个法治社会老乡，你的天价鸡不合法。小子，你不打听打听，在诸葛村哪个是王法？王法，王法，王法！给老子打！把我死了一个赞。回去把钱给老子交来，这个形势儿架势儿就给你。走，同志们。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李天福真是胆大包天，我们正愁没有掌握他的犯罪证据，这一下终于撞到我们枪口上来了。我们从赵大明和其他村民口中基本证实，这个李天福团伙涉黑人多达30余人，他们平时在村里也是胡作非为，横行霸道，村民们也是敢怒不敢言。然后下面我们几个来研究这个抓捕方案，大家来看看。我们争取早日把那个非法犯罪证据一网打尽。站住！
跑不了了。天父，你不是法，法是正义，法是消灭你们黑恶势力的武器。嗯，